之前就是在听这个讲座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关于苏州评弹的一些？有，以前就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每年就是新生的时候，每年第一年的时候，学期开始的时候都会组织一次到那个万年间那个关玉书社进行一次听评弹啊，听过吧，但不太了解。苏州评弹，问一下您以前是否听说过评弹呢？听过，听过。了解不了解那个苏州的关于评弹方面的那个？听过，但是不太没有深入了解。哦、对的，评弹。嗯、哦，有没有印象？听过。小时候听过。在那个电视上面，因为我们家在无锡、嗯。那在您印象当中，评弹是一个什么样的曲艺啊？感觉。嗯。就像是。说唱一样啊，就你是工作人员，那您是不是这边苏州本地人？对，那您是在哪边学校就读？我是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哦，您是这边苏州评弹学校的，那您就是您在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什么样的那个知识？很多，例如那个弹词、琵琶，还有一些表演。那您经过这些学习，就是为什么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会选择做管理员，而不是就是进平台的那些盘进行演出？因为我所在这个阅览室嘛，跟我所学习的专业应该有所关联的吧，因为这边都是关于有苏州地方类的文化什么的，所以个人比较喜欢，而且不是说学习平台专业就一定要从事做说书这一行的。平台啊，对的，平台是什么样的？你问对人了。嗯，我父亲就是说书的。你父亲就是说书的。平台的。那您印象中的平台它是什么样子？我从小就听平台呢。嗯。我们家是并在平台的世家。哦，平台我们已经有五代人都是平台的。亲爱的，十六三。相关的那个平台的那个表演，你会去选择看一下吗？对，以后也许以后我工作以后，如果是到了任何地方有平台演出，可能因为之前在大学里面受过熏陶，可能就会去看，并且能看懂。如果有一
就是如果有机会让你免费去听平台，你愿意去吗？这个偶尔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但因为不了解嘛，所以说也不懂啊，听不懂。就是说还是会偶尔愿意去一下。对对，如果有一个免费的机会让你去听平台，你愿意去吗？看吧，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想问你，就是您最早接触平台是什么时候？小时候。小时候就是去带着，有没有去过那个平台的演出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我们自从有那个电影院。有电影院会放那个。那你就是如果想，如果就是苏州有平台演出，你会选择去看看吗？就是关于中国的传统曲艺，有没有兴趣去看看？那倒有兴趣的，因为就当平常一个休闲来看看，毕竟增长了自己那个知识的宽度。生生死然心上人，走进中小学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也听说其他学校里面，专门有这么一个兴趣小组，也，就是以这样一个活动作为他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特色，这样的也更能够让学生来了解到我们苏州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文化吧，应该就是让他们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呢也起到了一个保护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您觉得就是让评弹这一项传统曲艺走向中小学，会不会有利于这些孩子的文化素养呢？应该可以，对吧？嗯，就是能促进他们。但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是吗？嗯。就是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可行性高不高？应不应该推广？在苏州应该推广。在苏州应该推广。嗯。那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去？其他地方因为这是地方特色，其他地方他不一定是说热爱这个。这平台也是苏州话，那个就是来表演的嘛。那你就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之后，会不会在里面玩？会不会就是让他更好的学习苏州话，去看看关于苏州平台的表演？嗯，只要有机会什么的，他喜欢也愿意啊。嗯，好的。如果把平台引入到中小学，让一些年龄层次比较小的小朋友们去听平台，或者甚至说是学平台，有什么样的看法？学平台。对，学习平台嘛，这个好是一个好的因素，是吧？哎，在苏州，在苏州来讲呢，也比较在特，在我们是比较那个没有特色的嘛，在这个地方，知道吧？哎，还继承一点那个这个传统的文艺的话嘛，还是很有价值，是吧？哎。您觉得就是现在评弹在苏州发展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现状啊，嗯，对的，您觉得它发展的怎么样？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去调查发现，就是有很多孩子，或者说现在的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不怎么了解评弹这一项文化。您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了解一些这些传统曲艺的文化？我觉得应该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评弹都是老一辈比较喜欢的，其实不是。因为评弹当中有说、削、斗、唱这四个表演方法，因为只要年轻人接触下来，应该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像说啊，就是要平常通过老师的那个辅导的话，就是比如说说要表演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啊，都是要靠自己的表演来就是体现出书中人物的性格。然后唱就是唱一些书中片段，就是一些曲目，然后。逗的话就是，我也说不清。你觉得你平台应不应该打进那个中小学生，或者是走进大学，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个曲艺？我觉得可以啊，没有坏处。那您觉得就是如果把那个平台，它不是一个传统曲艺嘛，现在有点没落了，应不应该把它从那个就很高的那个平台书场放到那个中小学生，就是中小学校里面去，让更多小学生知道这些事情？我倒觉得不必，因为。
按照他们现在生活的那个高度的话，应该还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吧？嗯，应该就更生活化一点吧。更生活化。嗯，那您希望就是现在的孩子要不要多了解一下关于平台的知识？平台应该走进多少区？现在孩子呢，对平台老是有兴趣。对，为什么呀？因为平台这个东西呢，都是过去的书，以前的书呢，就是都是才子佳人啊，这个东西啊，呵呵，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但是现在的呢，书呢刚刚出来呢，就是印象很不大。那您有孙子或者孙女吗？我有这孙女。你会鼓励他们去听评弹吗？不关我钱。为什么？书就是书上就赚一百了。就让一两百了，就是这个关前有一百，那个沙漏那边有一票，关前跟石路都有，鱼很少了，以前说这就实际上要几百个了，多的很了，多了，哎，现在很少。